阮朱林江，吼、哦，过去就是延续着阮老一辈，吼、哦，因的传统理念，每一冬，吼、哦，咱固定三月十一，就是爱等于咱客家，吼、哦，客家朱济江，咱的老祖庙，吼、哦，去遐挂香，吼、哦，去遐挂香，啊、哦，去遐请火、请水、请水，吼、哦，请水就是吼，就话请兵火，吼、哦，请兵马，吼、哦，安尼请火，吼、哦，就是等来吼咱朱林江，吼、哦，安尼等来只角落，吼，咱乡会继续兴旺。今年吼、哦、较特殊，因为咱今年就是讲咱这个甲辰年吼、哦，咱就是吼、哦、要来起建吼、哦、咱这个啊庆城水火吉安高调完成吼圆满节啊，所以讲吼、哦、三月初五日吼迄天吼安尼遵照保生二代的老祖吼伊、哦、的指示吼，就是迄天吼爱等于请水火，咱迄天东港吼、哦、就是透早。哦，透早吼，啊，伫咱竹林江遮吼，啊，咱所有吼，咱遮个落下地主，包括咱遮个城市内底吼，大家安尼来遮集合聚聚吼，咱啊，保生里内底吼，啊，坐轿吼，坐大轿，包括咱太祖爷公吼，坐四驾吼，安尼追随因吼，安尼去到咱客家竹济江啊，去啊吼，安尼吃水火，啊，咱到咱这个竹济江吼，咱老祖庙保生里内底一定爱等于甲老祖吼，爱来回一个乡。哦，家来做参拜一下吼，啊，咱个啊，就无伫遐停留啊，吼，就无伫遐停留，就马上前往到咱这个啊白沙顶，因为这是咱老祖有看时吼，宅点一定爱落去请水。啊，水吼，闽南兵马的口味，做一个口味当中，啊，搁再回来咱这个，啊，搁转来咱这个客家，然后咱这个老祖庙遐，吼，啊，伫遐吼，安尼请老祖落驾，吼，啊，比如咱客家朱济江，哦，去遐甲咱客家朱济江老祖，哦，啊，遐安尼大家回乡一下吼，啊，去遐坐一下吼，啊，所以讲，迄当中咱所有的口味，包括要请火，吼，咱这个角落，吼，请火口味，拢伫咱这个啊客家朱济江。嘛，请完会了吼，因为老祖有交代吼，暗时吼六点一定要准提前倒来安坐角落，所以讲大家啊真欢喜吼，会使来甲老祖吼慢慢啊完成这个使命吼，一步一脚印吼，为三月初五开始吼，啊就慢慢啊慢慢啊慢慢，到咱这个今年吼，咱这个九古历九月二五吼做这科，安尼大家慢慢甲完成安尼吼。